doing there? Study grammar. Grammar? You don't need grammar. Cut it out with that grammar stuff, bro. You just gotta speak more, okay? I need. You just gotta speak. Speak to people, right? Speak English. Speak more. Speak to people, right? Speak. Speak. Speak to your mom, right? Speak to your dad. Speak. Hey, speak to your mother. 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这个是哥伦布, 发音酷! 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学文法重不重要? 这个问题呢,我以前被问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当然重要啊! 要学。 但是之后,在想了5分钟之后呢,我也开始怀疑人生。 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勇敢面对这个问题, OK? 我整理了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然后想跟你们分享。 说图照 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首先呢，我想搞清楚我们在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最近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学文法重要吗贴在脸书的英文学习团上面，然后我就得到了两个很普遍的回答。但是呢，这两个回答我都觉得是 like miss the point of my question， 就是误会了我这个贴文真的想问的问题。 第一个回复呢，就是不重要，因为美国人讲话的时候也不会一百趴的遵守一些正统的文法规则。那这个观点呢，其实在语言学里面呢是一个被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该不该坚持一个正统的被标准化的一套文法规则呢？可是我觉得，身为英文学习者的你呢，真的不用去想这些问题 ，OK？ 这不是你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该care的问题，所以学正统的就好了。 那另外一批人看到这个问题呢，就会说：“哎，当然重要啊！哎，你白痴哦，问这些啊？学英文当然要学文法，我们讲话就是要用正确的文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回答呢，也是误会了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学文法重不重要，不是文法重不重要。我问的是学文法重不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必须学文法？” 我们的文法才可以好呢？Does that make sense？因为，guys，你的文法好不等于你的文法好，你的文法好也不等于你的文法好。你的文法比文法好的人的文法好，不代表你的文法比文法不好的人的文法好啊。好，你应该懂我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再问一遍，问的比较好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我们的文法好，需要特别去学文法吗 ？OK， so。 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Let's go。所以，我们从头开始讲故事吧。这个是一个研究文法的语言学家，他是一个 grammarian。他的 job 呢就是研究出英文文法的规则。好，那他现在做完了，可以下班喽，拜拜。Grammarian 下班后呢，就到英文老师要上班了。英文老师呢就要决定如何处理这晚的文法规则，所以我们来看看不同老师的观点吧。Hey, listen to me. Don't worry about those. Just keep speaking and your brain is going to adapt to the correct grammar usage. All right, so just keep speaking, keep listening. Don't worry about that stuff. Hey, 文法的规则都在这里了，你就直接用啊，都在这里了啊。 用啊！So 刚才谁比较对呢？我们要相信大脑的自学能力，然后让它去自己去吸收英文背后的逻辑，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的被研究出来的文法规则，然后就决定，哎，直接学这些就好了。Well， 我觉得答案呢在中间的。First of all， 我觉得你的脑袋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给它足够的 input output， 让它接触到足够的英文呢，它自己是可以抓到不同的 pattern。 然后抓到英文背后的那个结构的。However， 因为中文的结构跟英文的结构呢，在某一些方面真的很不一样。比如说在时态方面，或者那个冠词的运用，或者假设语气，在这些的方面呢，如果你真的要让你的大脑自己去学呢，自己去习惯呢，它会觉得很吃力，而且可能它要需要很多的时间。OK， so 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学。
去辅助你的大脑的学习。Now, right now, 我想再解释深入一点。Okay, so 我们来看看这些球球。So, 看到吗？这些文法规则有不同颜色的哦。我先整理一下哦。Thanos snap. So 左边是不用特别学的文法规则，右边是需要特别学的文法规则，中间呢就不一定。左边的文法规则呢，我觉得学了都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就算你不特别去教呢，中文母语者也可以很自然的自己搞懂那些概念的。五大句型呢，我会归类在这一栏。接下来呢，就是需要特别学的。这些呢，直接学的话会对学习者很有帮助的。So, 这边呢，我会放刚才说的时态、冠词、假设语气。而且教这些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用大家最怕的公式还有术语，就是没有办法。最后呢，就是不一定的这一栏。So, 关系子句呢，我会放在这一栏。So, 这一栏的文法概念呢，通常学生可以自己 get 到的，但是有时候就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So, 这一栏的文法概念呢，我必须先做一些观察。那如果发现我自己真的要特别去教这些呢，我也不会用什么公式或者术语，我通常只会用句型去做一些训练而已。结论 ，OK， 来一个 conclusion 吧，就是你在英文学习的路程中呢 ，OK， 如果这个是你的英文的路程呢，我觉得最重要呢都是要足够的 input 跟 output，OK，、okay? 所以让你的大脑去习惯英文背后的文法。但是因为英文对你来说是一个 second language 呢，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刻意去学文法去辅助你的大脑的，尤其是在初学的阶段，因为初学者刚进来英文的世界的时候呢，会感觉被轰炸，然后觉得很迷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最好就是用文法一些基本的文法当做一个跳板。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学文法呢，有时候是很好很有帮助的，是一个捷径。但是呢，有时候它是带你绕路的，有时候是解药，有时候是毒药。So guys, like 你要当一个 conscious learner， 你要有意识的去学习，就不要就拿着文法规则的一本书，然后觉得哦，我背完我的英文就会 very good， very well。So 你们对于我今天说的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都可以在下面跟我说，我很好奇你们是什么想的。毕竟呢，我不是英文学习者 ，right？ 老实说，我也不是什么文法老师了。但是呢，我最近是有在学习文法，就是增加我对文法的知识。因为我明年呢，打算做更多的文法教学影片。But guys,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for today. So let's dance. All right, we are finished. 下个礼拜一的晚上9:09呢，我会跟 Lily， 就是 Lily Chen 做一个合作影片，所以期待一下哦。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呢，就帮我按赞，然后订阅。然后如果你想学会发音的话呢，就来 columbus.cool 来看看我的英文发音课程吧。But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Monday.